大妞，大妞，如此紧要关头，你咋还磕上挂灯了？这可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有热闹看，这体内的洪荒之力真是压抑不住啊！那也不是你吃独食的理由，也给我来点。我给每位客官都准备了一盘，够意思吧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干得漂亮。当家的，他们是要在这儿上演全套的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经过昨天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个白富美才是主心骨，杀伤力最强，手段最硬，这是在用生命在跟咱死磕，咱根本做不过他，只能一不做二不休。你要为个逃婚杀人呀，合情合理合法吗？常言道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就先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你冷静一点。给我一炷香的时间，不，半炷香。那个姑娘，还真来了一个浅蓝的。不要打扰我，这次我都把我三妹给我带来助阵了。雪晶晶要是再不同意出嫁，你们哼，就等着给我收尸吧。要不然的话，就你犯啥呀？现在他们三个人，你把他们都杀了，连坐三个，烤羊肉串啊，也都不行，宰了一顿。哎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哈。就算你死了，事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，值得吗？不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跟挫败感相比都不重要。那我换个问法。你死了，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。你说，我们这些人都跟你不熟，没有私下接触。你死了，我们不会为你伤心难过。就算后世有你这两个姐妹在，也轮不到我们操心。那你觉得你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死了，你这俩姐妹还得把你抬回去，要不然呢，就落个死无葬身之地喽。就是你埋我们这儿，我跟你说，逢年过节连扫墓的人都没有，我保证你。不到半年，你坟头草就得长这么高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死在这儿，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关系，你们都是嫌疑人。我死之后，这家店就会变成江湖第一黑店。你们还想做生意？你说你要是死了？就啥都没有了吗？是啊，死了可什么好吃的都吃不到了。能做的丫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丫鬟有文化。这个丫鬟呀，是读过心理学的。啥玩意儿心理学？老板娘，你给我怼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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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都冲我来了？